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艺涵，欢迎收看《The Young Talent》向大师致敬最后一场音乐会。这场音乐会的主题呢是 Sisu Formosa。Sisu 是一个芬兰文的字，它的意思是说，当人在面对困难、在逆境当中，人可以屹立不摇的去克服种种的难关，获得最后的胜利的这个精神叫做 Sisu。另外，Formosa 想当然就是台湾的小名福尔摩沙。在这个活动当中，在这场音乐会当中，我们想要带给大家一个芬兰跟台湾之间文化交流所擦出的火花。这场活动呢，将由我担任 tabla 一个印度的乐器、印度的鼓的角色。另外呢，跟大家所非常常见的弦乐四重奏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一起来欣赏这场精彩的音乐会吧。第一首曲子呢，就是《Sisu》，所以是代表着芬兰的音乐。里面呢，描述着在冬天的时候，在北边的芬兰，大雪覆盖着土地，一片白皑皑的雪，非常非常的孤独。之后呢，到了春天，花苞开始慢慢的绽放，直到夏天，大家手舞足蹈的在庆祝仲夏节跳舞的情景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
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它的技巧非常的困难，也非常具有挑战性。这首曲子是由荷兰的一位作曲家叫做 Onne van Gael， 他所创造，和一位我的 tabla 的老师叫做 Nitti， 我非常敬仰这位老师。那我非常想要向他致敬，所以我想要演奏这一首曲子。这是他们两个在讨论当中所一起谱写的曲子，非常具有节奏感，也非常具有挑战性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
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当中，有一首非常有名，叫做《Andante Festival》，这是他在1922年的时候所创作的曲子，所以在说很多的艺术节当中都有演奏这首曲子，这也是西贝流士自己本人在最后指挥的音乐会当中所指挥的曲子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。Thank you.
下一首曲子所要带给大家也是一首动感的曲子，叫做 Dr. Misore。 Dr. Misore， Misore 博士是印度一位非常有名的小提琴演奏家。这首曲子呢，是我的一位老师 Ona Van Gale 在跟这位 Dr. Misore 两位在音乐交流的时候所产生的火花，把这些火花记录下来，再发展而创作的一首新曲子，让我们来一起体验。
Formosa 福尔摩沙，这是我于去年因为思乡情切所写的曲子，曲中用了丢丢当当的曲调，所以就代表着火车环岛，每到不一样的地方会有各地不同的民谣，像听哦哦或者是一些原住民的音乐，还有望你早归等等著名还有美丽的曲调，让我们一起搭上火车，一起环岛到各地去欣赏各地的美妙的音乐吧。 Let's go。Thank you.
很喜欢今天我们所带给你的音乐会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不错过任何的访谈以及音乐飨宴。我是傅一涵，再次的谢谢你，我们有机会再见。